加坡天气穿什么衣服？新加坡靠近赤道，全年平均温度都在23到34摄氏度之间。全年的天气如下，只需要带夏天的衣服就可以 ，T 恤、短裤、拖鞋随处可见。但如果是正式场合或者是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，还是有要求正装的选择。每年的12月到1月是新加坡最冷的月份，可以带一件薄毛衣或者是披肩、薄外套防寒。新加坡湿度比较高，经常会下雨，要随身携带雨具，并且紫外线指数也高，无论是哪个月份去都要做好防晒的准备。